每一天都是这么跟我说的，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叫鹅，对。我那天也洗了呀，去拍照的时候啊。头发太多了，热。还好点了直播通知，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因为现在没有把头发放下来罩住了，现在是不是比较像一点了？就没那么胖，头发放下来看起来没那么胖。你闻过花香吗？真的瘦了吗？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头发放下来比较瘦，降低爪，我的妈呀！健身休息一下。胖了，我坐的比较近而已。说我胖是不对啊，好几天没有播，我天天都在播啊，每一天 every day， 真的是，不要像是谁，不要像是谁蹭不对，我没有说要扎两小辫啊，什么时候说的？先给你们唱歌吧，我师傅今天赌神上身，牛牛啊。昨天有扎两小，有昨天说的。欢迎，我喜欢小肥肥。欢迎我冰娃。欢迎我峰哥，欢迎我张峰哥，终于等到我了，感谢周周，谢谢一下。第一首，那你第一首歌要听什么？你妈把你50万拿给谁？听吧。感谢掌柜，谢谢，感谢我峰哥，感谢阿俊。那你要听啥？感谢我景哥，谢谢我景哥。感谢我景哥，谢谢我景哥的18。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唱风飞沙，好久没有唱了，我们唱风飞沙吧，怎么样？浪迹的天涯呀呀呀，你刚竟然没有说唱走马，真的是害我都忘了，前奏都起来了，算了，懒得换了，就唱这个吧。浪迹了边疆，风霜了脸庞，望不见故
想，满眼的黄沙，万年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像苍天呐喊，像隔离悬崖。有道理。月光打破了雪花，想念你袈裟，无尽的步伐，无悔的牵挂，也像你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你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已白发。霜了脸庞，望不见故乡，满眼的黄沙，万年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像隔离悬崖。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想念你袈裟，无尽的步伐，无悔的牵挂，也像你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你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已白发。50万真的是，感谢我英，谢谢。从此做事铁公鸡，哎，我们家弟弟被骗了50万都没有说什么，真的，他都没有说变成一只铁公鸡。你看看你们真的是，让人说什么才好呢？我跟我姐要钱之前就会夸她漂亮，你的套路都是我玩剩下的。爸爸说家里有矿，我的妈呀！谢谢猫咪，谢谢呵呵，感谢张翔，感谢我们的可以啊。给你看一下我弟是怎么说的。我弟弟要跟我拿钱，他是这么说的：“啊，静静，你什么时候发工资啊？”要花钱，我身上还有，我是准备暑假的时候赚一点钱，然后加上你给我的那个生活费，然后我自己攒一攒，想要换一把手机。我手上这把电池坏了，离不开充电器。屏幕跟狗啃的一样，所以想要换一个不用新的，
二手的丢鞋了，给我装可怜的。But 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 If you need someone who cares for you, if you're feeling sad, your heart gets colder. Yes, I'll show you what real love can do. 再去琢磨琢磨。试探的问花花花花，没听明白，说的再直接一些呗，要这么回答吗？感谢，其实我也不知道，谢谢一下，感谢我金毛哥，亲弟呀、啊，亲弟，今天好早，每天都这么早，欢迎我爸，他几乎都是这样子的，他要买什么东西换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说他这个坏了，然后是已经坏的，就是自己已经很将就在用了那种，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欢迎豆豆啊，还有仙人姐啊，不早不早，九点到两点钟了，播九点到一点半嘛，十、十一、十二、一，播四个半小时，没有六，这一次没有算错，算对了吧？感谢我鬼勇哥啊，谢谢人家。我爸今天说啊、他是这么说我的啊，在吃饭前他这么喊我，他说，唉，叹口气，周静啊，你这两天该去学校了啊，要喊我名字喊的当。是尾音拐了好几拐，早上十六号的时候加上所有的50块钱去买一件半袖，现在这件已经偷偷的不像样子，主播好漂亮，你也很漂亮，昨天钓鱼去了，哇塞，据说钓鱼都是有钱人的消遣方式，哎，读完就完事儿了，一会儿我看看我啥时候发工资，然后有钱了我就给你转50块钱，好吧？现在一件短袖应该80几块钱就行了，就那个特步灰一般的感觉，还有那个安踏，安踏是什么？安踏是什么？不是，有钱人都钓妹子。哪里来的妹子那么好钓？现在妹子都这么好钓吗？那个用不了50块钱啊，特步永安踏永不止步是吧？可以，还有一个叫什么铺马是不是啊？还是什么马的那个？感谢我们的天使，谢谢，什么马、啊、那个？就是这种这些牌子啊，这些牌子就是其实做的都不错，然后。就平常就穿这种衣服就可以了，而且它关键是耐洗，哪怕你就是坏掉了有没有，你不心疼啊，分嘛。还有一个一直抱的那个叫什么，那也是什么钓吗？钓鱼还好，捞鱼真是辛苦了，飞林岛是捞鱼最辛苦的活，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捞鱼，真的是有实力。贵人鸟，捷豹是车吧？龙哥，那是斑马，不要睡着了。哎呦，是福啊福。跳首歌给你们唱，人家那是那，我的天哪！吱吱吱，玛利亚，安慰玛利亚。
我们今天九九幺群里面讲说，九九幺所有的主播从今天开始不允许再在九九幺里面唱。讲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洗脚了？所有人都不许再唱这首歌。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散播一个？不让你唱。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不要爱过了、错过了、留下了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谢谢我鬼影哥，谢谢一下，感谢我鬼影哥。谢谢我们的醉翁，谢谢，谢谢我新人姐，感谢我们的当家。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不是最后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那你为什么要穿一个破洞裤？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感谢我们的后来哥，谢谢一下，刷新刷错了，不对，谢谢苏霞，谢谢谢谢。我昨天晚上玩那个王者荣耀，吃完饭以后，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开始玩王者，然后玩第一把的时候吧。
就遇到对面有一个台，我玩的是那个妲己，因为我觉得老是玩那几个英雄我已经玩累了，我就想换换妲己，我就玩妲己，对面有个凯过来就被我定住，过来就被我定住。对，我是玩微信的，我也是没办法，因为我自己是玩凯的人嘛，对吧，看到凯就很想定他。我的意思是让你屌，让你屌，我让你放大，他一旦开了大我就定他，咔咔咔两下就被打死了。有人瘦了吗？定到最后他就说，我今天失恋了，你能不能不要定我。我说好好好好好，我就去定他们家韩跳跳去了。玩完那一把他就说，媳妇儿咱们能一块玩吧。啥？他叫我别定他，我就不定他，不定他以后他竟然叫我媳妇儿。而且他是对面的人哎，我都没有开麦哦，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猜我是个女的。感谢狗狗，谢谢你。游戏找着老公了，那可不是吗？这太不容易了。然后他就跟我继续玩了一把，我就跟他一起玩。他玩的那个叫什么呀？有一个皮鞭，有一个皮鞭能把人拉过来，然后他的大招是把人定在原地，有个木桩牵狗狗的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哎呀，技术实在是烂，那一把完了以后我就把他甩了自己玩了。老夫子，对对对对，男的不会那么听话啊，以死来推我是个女孩啊。钟馗不是钟馗，钟馗是公子。谢谢我们的肥妹啊，感谢一休哥。嗓子嗓子还有秦说百里玄策，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老夫子，这个老夫子菜的简直是不想跟他一起玩。感谢我如来哥。咋的啦？笑啥呀？啥玩意儿好玩啊？被我抓到了啊、哦！每天都到一点多钟才下呀，一点钟。还有我们家独爱呀，百里守夜最恨的就是百里守夜了，啥也不会啊，啥不会，让他当个射手，他不是个射手啊，让他打个大龙，他打不动大龙，让他推个塔，他不会推塔，他会干点啥呀？除了会隐身以外，我真的是服啦，啥不会。上来偷偷瞄一下，就晚点来的，又晚点来。每天都是差不多这个点开呀，怎么会只有休息才看得到我？我明天下午的时候去，明天下午去那个选照片，然后明天四点钟选的照片啊，两点多钟的时候就去学校去了，然后四点钟的时候再走。去两个小时够不够啊？我是说两点出发了，不是说两点到，两点出发去学校，三点钟出发去那个选照片。感谢我们的康乐啊，谢谢一下。那个是吓唬对手的，到学校2:50。要听什么歌给你们唱歌、啊、从台北到北京我就安心选择自己失恋的舒缓途径轻轻 party 我发明兰博基尼，有没有大哥行行好想要卡个黄的，有没有来几杯 Bloody Mary 一触即发的火力我准备翻天覆地，从台北到北京我就爱新鲜家自己失恋的书馆，你已经有黄了，你卡啥？你俩都有黄了，卡啥？你看，
一岁半吗？咋就黑呀黑暗哥啊？谢谢啊！一岁半他骗我的。感谢我黑暗黑暗哥哥，谢谢人家。我心的手也无言，感谢黑暗黑暗哥，还有多少个兄弟啊？从台北到北京，我就爱新鲜加自己失恋的舒缓途径。不要跟他说四组吓着他了，皇马两组给他吓坏了都。叫大声一点听不见啊啊啊！好的，六六今天我咋这个微信没什么卵用。一天到晚装死。感谢王德大鹏儿。新鲜加自己失恋的舒缓途径，尽情 party， 我 baby let go king。 我们唱这个吧，你们没人要点歌啊，真的是。哼，两组啦，皇马两组，不是皇马就是四组啊。感谢追风哥，谢谢。那字我不会读，欢迎你。明明早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喝泡汤，怎么场景一下到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彼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摇晃。哎，对哦，上次宝贝。冰冰才好，肥肥的你摸过，吃到没劲儿。哎呦，袖子呢？他们想撸个袖子的。感谢我拉风哥，谢谢我骗人，谢谢一下。感谢我后来哥，谢谢您卡的微信，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追风哥，谢谢一下。每天都这么早，就是有时候你们
看不着，我是意念上来播的。还用摸看就知道了。感谢生哥，这是藏起来的，真的。哼，那还用说？像我这种人，我有的东西嘛，不太好意思露出来呀。感谢我片儿，谢谢谢，感谢我生哥。对，你看微信也是两组，皇马没有我微信的全部两组啊，好不？去换首歌啊，不太喜欢现在放了这首歌。现在好像我的白头发一样，在这里。不得了，十点钟，十点十五分上场，十点半唱完。王哥必要四级，好坏呀、啊、你们，和师傅玩牌，不打。唱唱歌可以了，我就是个唱歌的主播。哦，怎么又来一个哦的啊？就是我跟你们说啊，我以前刚刚开始玩 QQ 的时候，就以前我刚开始玩 QQ 的时候，特别喜欢找陌生人聊天，然后就特别喜欢随便加别人，然后还有那种聊天室，你们知道吗？聊天室里面随便就加别人，然后加进来就开始聊，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练习打字嘛。欢迎一生哥，欢迎蜜，然后那时候别人就跟我讲啊，欢迎齐猪哥，就是别人如果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发一个哦，就表示结束聊天，不想聊了。感谢我齐中哥，谢谢齐中哥。哦，如果有个人给你发呵呵，那么从此以后你可以把他拉黑了。哎，齐猪哥怎么刷完就跑了？真是不得了！呵呵呵呵呵。昨天今晚我们 QQ 聊天好不好？不太好。今天下班可以跟你们打三把的王者，打不啦？真爱群的宝宝，打不啦？我们五排吧，五排你们肯定很懒，有没有技术好的给我站出来？姐姐是厦门的，不打，你不是真爱群那边的人，你也打不了啊。你跟我说可是一把三把，台湾的哦，欢迎你，欢迎你。欢迎咱们的同胞，都王者了，我的妈！厉害厉害厉害！一把一把的打三把，对，就是咱们组队嘛，然后五排，我跟你说，五排一般都很强的，对面都很强，所以说，刘云龙，趁现在就是我排位比较低的时候，给你们随便坑，等你们坑完了以后，我自己再上排位。这都几点了，还没吃饱，早吃过了。
难道你不在台湾吗？你跟我们有时差吗？现在那就没有时差呀，这么晚了早就吃完了。给你们唱个歌来，挑一首给你们唱啊。我们唱一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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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要坑了，大家好，真的好。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我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忙得不得了。唱啥好呢？两只老虎吧。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可以啊，给你上，他们没给你上吗？你能啊？你打了那么多次就有路吗？想大眼睛晴空万里那种啊、哦？那咱们唱一个这个吧，《往后余生》。没想好九九幺，等一下要唱什么歌，好类型。感谢我丁马哥啊。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谢谢医生哥，感谢我后来哥啊。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定法哥，感谢谢谢我的天一哥，感谢我定法哥。谢谢我欢迎。昨天那个是啥？昨天那个是美少女。感谢我丢马哥。
好像游戏的时候群里叫一声 N 久没完了，也来坑坑人，开心开心。你坑的是我吧呀？人不是在这里吗？你们卡了吗？电法哥想听什么歌吗？都可以，只要是你唱的就爱你，就喜欢看你这种小样子。